接下来要为各位带来一首更机车的歌曲，背景音乐是现在最流行的小清新代言人苏打绿乐团的小清车。大概在这边为各位报告一下，同一个时间，现在时间差不多10:30左右吧，在台湾头、台湾尾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跨年晚会。我在这边要为各位报告一下。5,098,000元，北斗镇跨年。
要每个月工资30万，和政府补助10万，民事彰化县政府400万，彰化县政府城市计划的观光发展处营业收入锦标198000，彰化市跨年晚会60万，南投县预算总额780万，日月潭跨年晚会日月潭长庄锦标苗栗150万，跨年烟火三大烟火工业股份有限公司30万，屏东县预算总额858万，屏东县政府双屏交90万，林朱文斌14万，范小武30万，朱凡不及被宰。还有最后还有到那个福建省连江县，预算总额963000，总共是对弥勒上帝总的锦标公司来给。本来就很短。没有，现在就是流行一些小而精的东西，有没有？就是大家不是都拍一些什么微电影，有没有？像 YouTube 上不是那种什么，对啊。嗯，是不是？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嘛，你随便一个 APP 还是什么，你 iPhone 你就可以拍什么样的微电影这种东西。接下来还是要唱一些非常到位口、非常冷场的歌。希望那个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。等于说接下来歌等于说是把麦克风都会交给大家，接下来有差不多3首歌左右。那第这3首歌里面的第1首歌是李翊君的《中国青年服务处的传达